我这个网子断了一截。哎，行了。嗨，大家好，小兰，今天闺蜜约我们一起去抓小龙虾。抓龙虾。东西都带好了是吧？靴子，还有爸爸的钓箱。啊、行。咱们今天争取挖满一箱，下午回来做个麻辣小龙虾。我不要吃辣。我给你做蒜蓉的，行不行？行。约了几点啊？马上就到了，我们现在就出发吧。走。准备出发。丁丁上车。刚刚闺蜜给了个对讲机，星星吼一声，看见了吗？那星星，我在车上。土豆，土豆，我是地瓜，听到请回答，听到请回答。土豆收到，咱们去抓小龙虾。一个地瓜，一个土豆。到地方了，换鞋子。来来来，换鞋子，换鞋子，走走走，下坑。啊，嗯，你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看好闺女，别让她摔沟里哈。我还没摸过龙虾，我也要下去。星星，你穿了谁的靴子？建哥拿个鸡腿干啥呀、啊？钓龙虾。龙虾不是抓的吗？也可以钓啊。先让钟主任下去打个样，他眼神好，看见了吧？看见他了。哎，那里有一个，那里。这个往前一点，往前一点，往前一点。跑了。跑这么快吗？嗯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终于抓到一只了。醒醒，这只大不大？大，我想给他吃这个。你看他吃不吃？蓝吉婷，咱俩这技术不行啊，一只也没逮到。我逮的吗？你那只是瞎猫碰死耗子。耶、yeah, ，那也是我本事。刚才宗主任给了我们一只鸡腿哈，看见没有？钓龙虾专用，放在这里，一会儿他过来一吃的时候，我就这样一掏，哎，不就把它掏走了吗？结婚这么多年，第一次发现你是个大聪明哈。什么意思？这就叫姜太公钓虾，愿者上钩。哥，你是孟太公啊？行了行了，别管什么太公了，钓上虾来就行。嗯、媳妇儿，你看到吧？这边来一只、啊，哎，那边还有一只，看到吗？哪里啊？哪里啊？这不这里有一只吗？看到没有？哦，看见了，看见了。啊。哦，好大！啊，两只，看到了啊，看见了，看见了。成败在这一局。成功了一只，看看这一只，哎呦，好大，哎呦，哎呦，好大，好大，好大，去放一放。朋友们，那洞里面还有一只呢，现在蠢蠢欲动的，想要出来，会不出来。你看，你看，出来了是吧？啊，又出来了，在下面呢哈。哎。钓虾的最高境界就是网子在下边等着虾自己来。老公，他虽然叫虾，但是他可能不虾呀。来了是不是？哎，他要来了，他要来了。看到没有，虾来了吧？准备啊，准备，可不能再失手了啊。不会的，放心吧。专业的，咦咦，你还不是得谢谢人家的鸡腿？你回头给人家买两只啊。那肯定。再来一只。你刚刚徒手抓了一只啥呀？这只刚脱壳了，你摸摸是软的，你看。哎呦哎呦，这么软。没有。再来一只。老公，我看见了。是哪里？这个吗？哎哎哎，里面那个，把它勾引出来。哦，又跑了。来来来，老公，给你一只。哎呦，了不得了。就在我脚下面抓到的。小兰在这里发现人家一家三口，又要给人家全家端了。必须的。你别动它哈、嗯。等它出来，等它出来。她老公来了吗？她老公来了。哇，这一只这么大、看看这一只大不大？她老公已经来了啊！一会儿抓她老婆去。没礼貌吗？来了，一家两口全端了。小兰这会儿开挂了，哐哐上虾，又来一个。总主任钓多少个了？抓了十五只。十五只？十五只。再捞一个大的，看看怎么样？又来一只。你慢点啊。别掉下去了，抓住屁股啊！啊，抓住了，行不行？钓到了吗？快来了！行了，别抓了，回家吃饭吧。这只真的大啊！这只真的大，你来啊！抓龙虾抓上瘾了，这是。来来来，哦，看见了，使把劲啊！加油啊！快点！我把它薅过来，来来来，哎，就差一点，我这个网子断了一截。哎，行了，看看我们今天的收获，这边一通。这里一通，这个能不能弄蒜蓉啊？这个还得养几天才能吃呢，大哥。里边还有个青蛙呢，孟春阳。看看这里还有一只小青蛙呢，看到没有？这是一只癞蛤蟆。蚯蚓呢？今天弄了一大桶，回家养两天，改天、给欣欣做个蒜蓉小龙虾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了。